中国文化走出去，外国朋友走进来，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工作生活。是啊，那马上呢，就来认识一位在济南生活的外国朋友马伯贤。他呀是一位意大利小伙，2年前呢跟我们济南的一姑娘啊结婚了，正式成为济南的女婿了。2个月前呢，夫妻俩啊刚有了小宝宝。今年呢，他们就决定啊带着孩子去长辈儿家过年。可是意大利呀，可没有这过年的风俗啊。这养女婿碰上中国春节风俗，他会怎么应对呢？Ciao a tutti, io sono Fabio, vengo da Milano e oggi siamo qui in campagna con mia moglie e mio figlio e dobbiamo andare dai miei suoceri a fare gli auguri di fine anno. 大家好，我叫马伯贤，我来自意大利米兰。今天我在这里跟我的老婆还有我的孩子，然后我们要去找我们的父母给他们拜年。然后我听说在山东有一个文化叫磕头，说实话我不知道这个磕头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听说有一个红包，所以我们快走吧。爸妈，我们来给你们拜年了。哎，姐夫来了！哎，小舅子，你也来了！哎，你好，你好！哎，小舅子，磕头怎么做？我不知道。这样吗？No, 这是什么意思？Money, money。哦，我明白了。好吧，好吧，给。耶。我看这边有多少。开心吗？快告诉我吧。好，你看着啊。可以。OK。哦，明白了，明白了。奶奶、妈妈、爸爸。我来了，跟你们磕头，起来吧。起来，有张布，拿来。哦，拿来。起来吧，起来吧。哦，谢谢，谢谢，谢谢。很多很多。现在我要去帮助妈妈包水饺。妈，我来帮你包水饺，可以吗？你先坐下。哦，对，这个水是不好的。包水饺之前我要洗手。好冷。OK，你来包水饺。谢谢。啊，没事没事。你不用包了，你这个春节喝啥吧？啊，没事，我非常喜欢包水饺。春节喝啥吧？漂亮吗？嗯，挺好挺好。好，我觉得你的水饺比我的好看多了，你看。你淘气。这我觉得妈妈做的菜是最好吃的。行了行了，你出去出去吧。好吧好吧。那他不会包这个都漏的馅儿，没法吃了，下了都流。哎呀，我要好好的表现表现，要不然他们认为，他们女儿的老公是不好的。我想给他们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哎，爸，需要帮忙吗？我来。对，好。这个放兜里面。对，好，这样。哦，哇，好热。哦，厉害。哇。看起来非常好吃的，喝水吧，你不动这里啊？哎，好好好好，没事没事。我爸是这么好的，倒是非常能干的。我要好好学习，因为我要做一个好母女，好女婿。他来了，冷清点。不让他干，他也愿意干。奶奶，吃个瓜子吧。啊，吃瓜子啊！你吃，他娃娃怎么弄啊？哎，对对，怎么弄？木哥，我和娃娃怎么玩？哎，不行啊！哎，不行了，不行了。妈来了吧？哎，喜欢他？哎，喜欢，喜欢。奶奶找到了吗？奶奶找到了。找到了。知道了，知道了。嗯。喜呀。喜呀。嗯。不要发现我听不懂，OK？ 来，好了，你吃啊！你吃，你吃。哎呦，这个橘子是甜的。嗯。那位，宝宝怎么样？哎，他睡着了，睡觉了。像做什么他都吃什么，他从来不嫌弃，他从来，我也从来不发脾气。你看了我的宝贝儿怎么样？对，我看了，对，很可爱。对，我觉得他有点像你，不是吗？是的，他的那个他的脸型，他的脸型。对，我眼睛是我的，然后耳朵是我老婆。对，好。在意大利那边有这样的瓜子吗？在意大利有，但是不是人吃。那你是真的，这个是真的，真的。我们给仓鼠吃。哦，这是我的关于中国生活的意大利频道，我说意大利语在上面，因为我的目标是给意大利人介绍我在中国的生活。Ecco, qua lo stanno preparando. Possiamo vedere che c'è farina di riso giallo e giuggiole. Queste qua che vedete sono le giuggiole. 现在我也想拍一些视频。
OK， Google。对对，不，它是一个小米，因为我喜欢中国的牌子。Varie cose, guardate qua. Questo che buono, guardate, vorrei quasi mangiarlo. Poi qua c'è altro tipo del pesce. Qui c'è altre cose. Qui c'è suo padre che taglia il tofu. La sua senza essere tale baba. E poi c'è anche la mamma. Raccogli, ranta manca a mamma. Guardate, sta facendo i ragioni. Su nien, tu a me su qua i cian a ho. Si wan. 2020年鼠年，你们都会工作顺利，健体健康，万事如意。生日快乐！